好，大家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开箱这个 Galaxy Z Flip 6啦。那我今天拿到这个颜色是叫做云海蓝，那它有一个叫做晨曦黄、粗芽绿和耀星银。然后商城的话，各自会有一个黑色、白色和桃色这三个限定色啊。我自己觉得这七款颜色里面呢，我自己最喜欢就是这个云海蓝的部分，就我这次选择了这个颜色啊。然后刚拿到时，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折痕部分。我觉得折痕真的是变得超级不明显。不过因为这是全新的机子，它并没有做过任何的折叠，所以说整个里面的这个，你看这个折痕的部分是几乎没有，完全看不到的。哇，那我们就来做它人生的第一次弯折咯。哦，好爽哦！你看折过一次之后呢，它就稍微会有点痕迹，所以我不确定说之后这个折痕会不会越来越深。但是基本上我觉得现在折痕跟上一代比起来是真的是变浅非常的多啊。然后这一次比较大的外观差异就是它旁边这个边框的部分都改采用这种比较雾面的质感，然后这个喇叭孔的位置也改采用这种像是一条线，然后这边是一些麦克风孔。然后跟上一代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个镜头模组的部分啦，这个镜头模组多了一个外框啊，然后它颜色会匹配你选的那个颜色，像我这个就是蓝色，淡淡的蓝色，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漂亮啊！再来做一次开盒，哇、哦，舒服舒服，这声音真的是很爽。然后看这样折过一两次之后呢，它就稍微会有点痕迹，不过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没有到这么的显著。然后整体的手感上来讲，我觉得非常的好啊，187克的重量，再加上它这个缩小的机身，拿起来手感是非常的不错的。那镜头的部分的话呢，这次的主镜头会从上一代1200万画素升级到5000万画素啊，主镜头终于迎来了一次升级。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跟 S24 和 S24 Plus 的那个主镜头是同一颗的。那超广角则是维持1200万画素啊，所以说这次就是主镜头做一个明显的提升啊。那5000万画素的话，也可以带来比较好的两倍无损变焦啊。之后我在新的影片的时候也会进行实测。OK， 好，那我们就赶快来开机体验一下我们的 Galaxy Z Flip 6啦。该不会没哦？有，刚正想说该不会没电吧 ？Samsung Galaxy， 哇！这台折叠机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会使用它使用比较久点的时间，那之后也会留在身边啊，所以说之后会有更长时间的使用心得啊，就不再是可能体验一个礼拜，我 maybe 会体验可能一个月左右吧，就非常的久。好，终于进入这个画面了 ，Welcome。我觉得这次的边框呢，它采取的这个胶条是更加平滑的设计，然后合起来的时候密合的程度就非常的好，你会感觉说它几乎是没有缝隙在里面，那它整机也支援到了IP48 的防水防尘啊，这次多了防尘等级，这真的需要来点掌声啊，非常厉害。然后设定到一半，它这次也跳了这个 Galaxy AI 的一些功能，基本上像是通话助理啊，或者一些语音翻译这些都有。然后这次新增的这个绘图助理这边也都是有的，所以说整体来讲的话，整个功能性上 AI 的部分是越来越丰富。然后这边也会有一些手机保养的部分，它原本里面就会有贴好一层保护贴，这个是切记不要把它撕下来，你看就是这条，请勿撕除内页屏幕上的保护膜。如果要撕的话，记得去原厂请他帮你弄处理，这样子。OK， 大功告成，那我们就进去我们的手机里面啦。那这次桌布就是一个6，这个就没有登录的声音了，也是蛮奇妙。那这边来讲的话，里面那一幕的观看起来的感觉就是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外萤幕的部分啦。外萤幕的话，这次依旧使用的是这个有点类似资料夹形状，然后还有非常多个萤幕可以种类可以让你做选择啊。像你看这边还有这种，然后这次比较特别的是，他们这次的外萤幕有多了这种互动式的萤幕种类。如果选择这种的话，它会根据你的手机的摆放的方式，它就会做这种互动的方式，那你可以去点它就会弹跳，算是一种蛮可爱的小小的桌布的更新啦。那这一次他们还是使用这种资料夹的形式，就稍微比较可惜啦，因为蛮多家的小折叠都已经看到是满版，那我个人也蛮期望说可能下一代看到它是走一个全部满版的状况，虽然说多出来的幅度可能比较没有这么差异没有这么大，但是整体来讲全部满版的感觉我相信还是会比较不同的啦。不过这样的情况其实使用上已经也算是蛮好用，但是就希望它可以再更好。
然后里面这块萤幕使用的是 6.7 寸的 Full HD Plus 的 Dynamic AMOLED 2X 萤幕，也具备了 LTPO 的自适应萤幕，可以从 1Hz 更新到 120Hz 啊，所以说整体来讲是蛮不错的。然后最高的峰值亮度可以到达 2600nits 啊。而外萤幕的部分的话，使用的是 3.4 寸的 Super AMOLED 的萤幕啊，那支援的解析度是748×720啊，那比较可惜的是它更新率只到 60Hz 啊，那里面内萤幕的话稍微可惜一点是它里面内幕解析度是到 108MP 啊，我会希望之后可以看到再更高一点，这样或许会比较好一些。好，然后我们进设定看一下吧，它设定这边就有这个封面萤幕，你就可以选择你想要，然后这次的 widget 其实也多蛮多的，你可以选择各式各样不同，然后下面就会有每一个 widget 的小小的设计，像你可以这边加入这个计算机啊，还有这种小的也有这种大的，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去做选择，或者是你想要加一个满版大的也可以，它就是在额外去做调配。那只要设定好之后呢，出来这里它就可以做一个计算机的部分，非常的方便啊，就多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功能，然后往上一滑就回到主页这样子。好，然后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相机的部分啦，一打开它就是显示一个 0.6 跟1的部分，那 0.6 就是超广角的部分，那我们来拍一个超广角的图片，然后1，然后下面其实还有额外给了你240这三个选项，那我们也拍一个两倍给大家看一下，它两倍应该就直接使用主镜头去进行数位裁切，那最多的变焦距离最远可以到达是10倍啦，这点就是因为它主镜头只有到5000万画素嘛，因为没有具备一个长焦，所以它的最远的变焦距离就是到10倍左右啊，这点就是这样。不过 C Flip 6有个最强的部分就是它可以使用外萤幕来进行拍摄，你看像这样它就可以直接打开，那我就可以做一个拍照的部分，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录影或者是做一个人像拍摄，那我这边拍一张人像好了，好，我这边拍了一张人像，那我们就进来看一下这个人像照片的感觉哦。它这个拍摄的时候要记得去外面把它的比例调成正常的比例，我再拍一张好了，你看这个比例是有点奇妙的，它是选择全部，我调成3:4，再拍一张人像，好，这样子它的比例就是正常的。然后我们这时候呢，我想来测试的就是它新的那些 AI 功能啦，这边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Galaxy AI 的符号，点一下之后呢，它就会告诉你说现在有像之前就有的移除物件啊，或者是把人像转成不同的艺术风格，或者是在上面画点东西。最想要玩的是这个艺术风格啊，因为之前都是请 model 去做实测，我这次直接用自己来试试看，人像棚拍转一个涂鸦好了，我觉得涂鸦效果都还蛮不错的。好啦，这就是涂鸦的部分。哇，整体来讲我觉得算是蛮精准的，而且这次的眼睛就没有呈现那个上吊的那个眼睛，眼神就是正确，还蛮不错的。然后它一样是给你1、2、3、4四种选择，你甚至可以直接叫它重新再生成一批，我个人觉得算是蛮不错蛮好的。那再回到相机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录影的话，最多的规格是可以支援到多少，录影的话最多应该是可以到 4K 的 60fps。 那我记得在外萤幕的时候它是不是有限制比较多一点，往下，然后这边调成16:9，16:9，这边的话哦，真的它的外萤幕的话还是限制在 Full HD， 然后最多只有到60这样子，我个人觉得这是有点可惜啊，因为其实外萤幕是一个很好的 Vlog 省器，它如果可以开放到 4K 的话会蛮不错的，至少给了 4K30fps 啊，锁在 Full HD 就真的是比较可惜了一点点。这个如果把它调成16:9，它这个会有办法动，9:16就有 4K， 这真的是蛮奇妙的，所以刚应该是我的设定设错，它应该要设成9:16就有 4K， 那你可能就是这样录，这样录就是一个很，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Vlog 非常强大的一个设备啦。那它既然有 4K， 那就没什么问题啦，非常的不错欸， nice， 很好很好，我还以为这次也是没有。好，然后接着我们就来讲一下规格的部分吧，这次处理器一样给到的是高通的8Gen3 for Galaxy 的版本啊。然后比较令人兴奋的是这次的电池容量从上一代3700毫安时升级到了4000毫安时啊，电池是有增加，所以对于一些比较担心小折叠会有一些电量焦虑的人，这应该是让你比较有信心大增啦。那我之后在新的影片也会实际实测看看这续航力是不是有变好，是不是够用。然后最特别的是它这次还有搭载了 DC 散热系统啊，而且它的散热面积比 Galaxy S23 Ultra 还大，放大了 150%， 这点真的是非常的不错。然后再来一个还不错的规格，就是它这次也搭载了 IP48 的防水防尘啊，这个真的是还是需要给点掌声啊，都加入了
防尘了，这是真的领先业界。好啦，那差不多就是这一次的 Galaxy Z Flip 6的快速上手影片啦。那之后我会实际使用它一段时间之后，好好体验它一下，然后再做一部新的影片。所以如果你有什么任何想问的或想知道，都欢迎在这部影片底下留言啊。那如果你觉得今天影片有点意思，也对你有点帮助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按赞这部影片啊，让演算法知道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啊。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悄悄，拜拜。